Thank you.
社區聯絡主任，余超卓大律師，請到台前就座。接住落嚟，恭請本會永遠總會長黃天漢先生。 名誉主席、名誉会长湛家杰先生、李恒顺先生，你第一眼见到陈根强叫你，接住有请中外周家总会代表林卓门国术体育会代表黄金良师傅。 吕柱石师傅、李牛国术总会、李牛同学会、梁永秋师傅、郭正雄师傅、金伟光师傅，有请多位就座去到台前就座。接住有请海外同门代表。 新加坡代表新加坡禅山六合体育会钟佳康师傅，澳洲代表西澳洲州管仁义堂第二分馆代表西澳洲帕斯王氏中国武术学院代表师傅 Michael Key，美国代表。 美国红头赛美学院谢飞伟师傅，接住有请我哋中国同门。
有请中外州馆广东新会仁义堂总馆代表，九江英勇堂陈炳流武术队代表陈炳流师傅，九江英勇堂九江少年团代表陈应生师傅，南海狮山镇华涌醒狮队代表陶豪光师傅，九江河清四川醒狮团代表周庚柱师傅，顺德吕海联谊醒狮武术馆代表谭恒安师傅，顺德杏坛弘义堂弘义体育会代表谭柱友师傅，中山市古镇曹埔山村州馆代表，顺德古朗聚义堂梁云帝师傅，顺德杏坛文献体育会谭逢乐师傅，学生沙坪云溪周家谭启华师傅，有请咁多位嚟到台前，亦请咁多位代表就座。由于我哋今晚嘅中國啦，或者係海外同門嘅人數都仲多，咁咧，如果我哋大會有任何錯漏咧，如果冇讀出貴單位嘅名稱咧，咁煩請貴單位咧去同我哋主禮台咧，就通知我哋本會嘅職員，咁我哋以便收回補漏啊。好啦，請大家熱烈掌聲，多謝咁多位主禮嘉賓，亦多謝咁多位嚟到我哋今日嘅晚會。之前啦，咁其實咧，我都想頭先你都聽到有好多個單位都有同伴嚟到噶啦，咁都容許我啦，都簡單介紹一下我哋今日嚟到嘅台前嘅嘉賓。咁希望我哋聽到名嘅嘉賓咧，到企一企身，亮一亮相，俾大家認識下你啊。咁我哋再次我哋恭請啊，我哋嘅本會主席石家傑先生，石家傑主席同大家打個招呼，係多謝。係啦，咁我哋今日嘅主禮嘉賓林健禮太平紳士。我哋嘅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會長江佩偉會長，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副主席李立福先生，香港島西區警民關係組代表馮志偉社區聯絡主任，余超卓大律師，我哋嘅本會榮譽主席黃天漢先生，多啲掌聲唔該，我哋嘅榮譽會長湛家傑先生。我哋嘅名誉会长李恒俊先生、欧仪先生，刚刚我哋都收通知啊，有请我哋中外周家四华同学会嘅代表，系莫广林师傅，有请嚟到台前就座。咁我哋繼續咧，就介紹我哋今晚嘅主禮嘉賓啊！咁我哋頭先就邀請到歐建義師傅啦，接住嚟就有張達成先生，張達成先生你好，仲有陳國輝會長、黃成祥副會長、我哋嘅陳根強副會長，歡迎啊，各位去台下。咁我哋咧，仲有我哋周家同門黎世強師傅、鄭守雲師傅、林錦發師傅、羅卓師傅。接下來是我們周家總會的代表林卓桓國術體育會的代表黃錦良師傅、李柱石師傅、李牛國術總會、李牛學會梁永秋師傅、郭正雄師傅、張偉光師傅。接下來我們有請我們新加坡禪生樂體育會鍾佳峰師傅，接著有請我們西澳洲州館仁義堂第二分館梁美雲師傅，是我們海外的同門西澳洲珀斯王氏中國武術學院 Miss Jane Yu Wong， Michael Key 師傅 Michael Key， 是 Miss Jane Yu Wong， Mr. David Key， Miss Teresa Key、Mr. Sun Bin Do、Mr. Michael King、Miss Susanne Ho、Mr. James King、Mr. Sean O'Head、Mr. Chian O'Head， 好，請大家以熱烈嘅掌聲邀請同埋歡迎我哋嘅同伴嚟到我哋今晚晚會。接住落嚟有請係我哋中國嘅代表同大家兩兩上。有請我哋嘅九江英勇堂陳炳流武術代表陳炳流師傅。
九江英勇堂九江少年團代表陳應生師傅，南海師生鎮華聰醒獅隊代表陶豪光師傅，九江河清四川醒獅團代表周根柱師傅，順德女海聯誼醒獅武術館代表譚恆安師傅，順德恆壇紅二體育會代表譚柱友師傅，中山市古鎮曹部三川州管代表，我哋仲有接住係順德恆壇文獻體育會譚鳳樂師傅，順德鼓浪聚義堂梁雲帝師傅，學生沙坪雲溪周家譚啟華師傅。多謝咁多位，請大家再熱烈嘅掌聲歡迎大家嘅到來。本會永遠總監黃天漢總監聯同本會主席石家傑主席、何華祥副主席、黃志科副主席、曹文航副主席、陳國輝會長、黃成祥副會長、陳根強副會長一齊帶領各位嘉賓同同門向周邊宗師神位行三鞠躬禮。有請咁多位主禮人，有請咁多位嘉賓起立，有請咁多位來賓一同起立。請各位站立，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禮成，請各位就座。接下來我會逐一讀出今晚大會的主禮人。咁啦，頭先咧，其實都大家都亮咗相嘅啦。咁我哋咧再請讀名嘅主禮人咧嚟到台前咧，係會有一個合記拍紀念照嘅時間嘅。咁咧，我哋首先有請永遠總監黃天漢先生、本會主席石家傑主席、副主席何華祥先生、副主席黃志科先生、副主席曹文航先生、本會正會長陳國輝先生、副會長陳恩強先生。咁多位主禮人請嚟到台前拍照留念。現在大會開始，恭請主席石家傑主席致開會詞。咁多位嘉賓，咁多位主禮嘉賓，咁多位在場嘅朋友，咁多位同門，咁多位中外嘅同門、國內嘅同門、外國嘅同門，大家晚上好。好高興啊！每一次去到周彪蛋咧，其實個人都會莫名其妙咁樣興奮起嚟嘅。點解呢？因為其實呢個一個好好嘅平台，好好嘅一個基地咧，去俾大家，去俾唔同嘅大家海外嘅同門，其他地方，因為平時我哋其實好少機會有機會聚，好少地方可以交流。其實一個咁好嘅平台，咁好嘅地方咧，就帶俾我哋一個機會，可以一齊去同我哋將我哋嘅國術、將我哋嘅功夫、將我哋嘅詩藝一齊咁去承傳落去，去俾大家知道哦。今天我哋周邊會，我哋其他唔同嘅分會，我哋其他中外嘅同門喺自己本區嘅時候，喺自己本嘅地方嗰度，我哋做咗啲乜嘢？我哋可以帶出嚟一啲表演、一啲功夫、一啲詩藝，俾唔同嘅我哋自己嘅家人。見得到，希望我就見到，希望可以見得到我哋每一位同門喺唔同嘅地方、唔同嘅領域裏面一啲成就。咁今晚咧，我哋會都同以往一樣，我哋都會頒發一啲錦旗啊，就埋一俾我哋一啲今年有傑出嘅表現嘅學員啦。咁亦都會有啲詩藝嘅表演同埋拳術嘅表演啦。咁今晚周圍再望招呼唔到，希望大家今晚 enjoy 啊！唔該曬，多謝曬，主席。係，定我哋本會職員就職監誓典禮，我哋恭請余超暢大律師為本會職員準備同埋進行宣誓典禮。
各位大家好，我是今次的職員就職典禮的監製員，恭喜啊，我自己名唔該啊，係啦，如僅以至誠，忠心服務於本職，謀求會員福利、社會康樂，不營私，不舞弊，如有違背誓言，願受嚴厲之處分。謹誠。接下來呢，我們會頒發職員選任書，恭請林健禮太平紳士主禮。請本會副主席何華祥師傅代表接受。多謝林健禮太平紳士，請就座。接下來是頒發聘任書，恭請中國國術龍獅總會會長江佩偉會長主禮。請本會副主席黃志芳副主席代表接受。多謝兩位，都再次多謝江佩偉會長，請就座。接住落嚟咧，將會係我哋致送紀念錦旗俾本會優異學員。咁我哋嘅學員咧喺過去咧2018年咧代表本會咧參加咗好多喺本港、澳門、中國等地嘅各個武術團體舉辦嘅比賽，同時都係取得優異成績，而佢哋所得到嘅獎品全部都會存放喺本會以作紀念。所以本會咧將會以錦旗去對佢哋作出鼓勵。現在開始頒發獎旗，我們再次邀請林健禮太平紳士為我哋頒發第一位學員。請李志光師傅嚟到台前。李志光師傅喺2018年武德杯傳統武術精英大賽男子全能組取得季軍，男子拳術組取得金牌。男子長氣械組取得銀牌，男子短氣械組取得金牌，總共四面獎牌。請我們的同門，麻煩我們同門將我們李志光師傅的錦旗交給我們的林太平紳士代表頒發，頒給我們的李志光同門。林太平紳士，請就座。接請我哋嘅黃天漢總監，接住嚟為我哋頒發獎旗俾李桂元同門。李桂元同門喺過去嘅一年啦，係取得同一個精英大賽男子拳術組嘅銀牌，同埋呢個男子長氣械組嘅金牌，總共兩面獎牌。我哋俾多啲掌聲，我哋嘅同門。冯志伟主任为我哋颁发奖旗俾我哋嘅周永浩同门。周永浩师傅喺过去嘅一年，亦都系参加咗2018年武德杯传统武术精英大赛，总共获得四面金牌，分别系男子拳术组、男子长器械组、男子短器械组、男子双手器械组，总共四面金牌。多啲掌声，唔该。有請本會主席何華祥主席為我們繼續頒發獎旗。接下來我們有請林剛同門以及梁卓文同門來到台前。兩位同門分別在同一個比賽項目裡面是攞得男子拳術組的金牌和男子拳術組的銀牌。
任強師傅為我哋頒發獎旗，俾張永傑同門。任強師傅有請。同門咧喺過去一年咧，其實咧就係獲得咗多方面嘅獎牌噶。咁由於期數眾多，咁我哋將會分開幾次嚟頒啊。咁我首先講，咁喺過去嘅一年咧，係分別攞咗呢個第37屆全港公開武術群英會男子拳術組優異獎，2018年勁武飛揚爭霸武術邀請賽爭霸組男子拳術組 Man Fist 係攞到冠軍。爭霸組四處杯男子拳術組係分別攞到長兵器、短器械嘅金牌。請張永傑留步啦，因為咧接住嚟你仲有好多個獎，有好多面獎旗要收嘅，咁麻煩同門幫佢收一收啲獎旗先。接住嚟咧，我哋恭請啦，我哋嘅李潤福副主席去幫我哋繼續主持呢個獎旗頒發儀式嘅，有請李師傅。咁啦，其實張永傑同門咧亦都喺2018年嘅全武最完全武傳統武術邀請賽係獲得男子南方拳組金牌。男子短臂械組金牌，請我哋嘅同門將兩面獎旗交發俾李師傅，多謝曬。今日繼續留步，唔該曬李師傅，李師傅請就坐。接下來我們有請本會主席石家傑主席是頒發這個獎旗給我們的張永傑同門，那我繼續講張永傑同門，在我們2018年武德杯傳統武術精英大賽男子全能組男子拳術組取得銀牌，男子長器械組取得金牌，男子短器械組亦都是獲得金牌的。接下來我們有請我們的鄭審雲師傅繼續主持獎旗頒發，請張永傑留步，因為你還未拿完你的獎，我們給一些掌聲他，因為他過去一年是取得了多面的金牌，我請鄭審雲師傅主禮。我繼續讀出他在這個2018年全港武術錦標賽男子拳術組獲得金牌，2018年傳統武術及太極拳公開國際金像大賽精英組男子拳術組奪得一面金杯，男子短器械組奪得一面金牌，男子南方拳組攞得一面銀牌及男子長器械組取得一面金牌。多謝曬兩位，張永傑請繼續留步，因為你的獎是仲未攞完噶。咁我哋接住咧係有請潘國榮師傅為我哋繼續主持頒發典禮。潘師傅喺邊度咧？或者我哋潘師傅上緊嚟嘅時候咧，我哋繼續讀出張永傑同學咧攞奪得嘅嗰啲獎項啊！他在這個2018年香港太極養生武術精英公開賽男子拳術組是奪得一面金牌，男子短器械組奪得一面金牌，同時間在這個2018年首屆亞洲傳統武術錦標賽紅拳組在中國比賽的項目奪得男子長器械組第六名。
該曬兩位。好啦，咁啊，我哋嘅張永傑同學咧，終於可以回位休息一下啦。咁接住落嚟咧，我哋有青光杯嘅會長李恆信會長咧，繼續頒發錦旗俾我哋其他嘅學員。咁請聽到名嘅學員嚟到台前接受呢件錦旗，包括陳子迪同學、許達星同學、黃子柏同學、徐立亨同學。我哋將會由佢嘅師傅陳根強帶領佢哋嘅學員嚟到台前接受錦旗噶。咁我讀出佢哋攞到嘅獎狀先。咁咧喺呢個2018年澳門回歸擂台踢拳大賽，比賽以陳根強體育會參賽，係陳子迪係獲得男子65公斤組冠軍，男子63公斤級組，許達星係攞得冠軍。黃子柏在男子55公斤組係攞得冠軍，總共三位冠軍。同時間，徐立亨在2018年佛山功夫擂台總決賽，亦都係以陳根強體育會嘅名義參賽，奪得男子75公斤組亞軍。請大家以熱烈嘅掌聲鼓勵我嘅同伴，在未來一年繼續去接受更加多嘅挑戰比賽，奪得更加多嘅獎牌。到紀念等比主禮嘉賓的時間，都請中國國術名師總會李潤福先生為我們主持首個的頒發典禮，咁都請林潛禮太平紳士接受。多謝兩位，請就座。接下來我們恭恭請香港中國國術名師總會方佩偉會長接受我們這面紀念品。我們接下來我們有請，是不好意思，對了，請我們的李主席繼續去頒發。李師傅繼續留步，接下來我們有請本會主席石家傑主席致送紀念品給李潤福副主席，恭請中國國術龍獅總會李潤福副主席接受。非常感謝兩位，再一次感謝咁多位主禮嘉賓、主禮同學。接下來咧，將會係呢個醒獅表演的時間，請我們醒獅表演的醒獅點睛的時間，請我們的同伴準備，也都請我們的音響組打鼓的同伴盡快來到你們的崗位準備開始我們這個現在的醒獅爭花掛目及點睛儀式。恭請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會長方佩偉會長主禮。另外右邊的師請由本會何華祥師傅主禮。國上簪花披彩虹，周家功夫顯雄風，周彪宗師全武技，周家弟子青英雄，日出東方，受靈光，掌聲。
周家權君。威震四方。好。哇！起鼓。綠色衫嗰個，唔該，快啲。